越变越小，对，大小，把它，把它，讲一讲，讲一讲，讲一讲，你跟进这个东西。Point check， 对，不要低头，低头不要，吸气，抬头，呼吸，脚背脚掌放松 ，relax， 对，伸展开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了体式部分，大家做得非常好。好，慢慢的吸气回来，再一个呼气进入对侧。对的，尾骨垂直地面，把胸打开，更多的身体重心在脚掌外侧，双腿、两背、肩宽打开。妈咪们应该都有经验了，吸气站起来，呼气屈膝下蹲。你一次比一次有变化吗？接下来我们反方向，吸气，左脚脚后跟放远，左腿变直，右脚脚后跟外旋，右腿弯曲。感觉一下你的侧腰，把胸挺起来，对，侧腰拉长。肩关节不要紧张，好，抬起右臂之后，我们吸气，呼气，我们轻轻地往左边侧弯，幅度不用太大，就像你在家里伸个懒腰就好，重心不要跑到另外一边哦，重心还在你的两条腿上，去感受你的身体和内在打开了。再来一次，呼气，继续往右边，我们多停一会儿。